小兄弟，我这里三个印度特产，低价10块买给你，我赚你钱回印度。哪得？印度代拍玛莎拉，干净卫生机器吧，兄弟你慢慢享用，我先走了。哎呦，印度特产，不晓得尝尝是哪味道。哇，这个东西好难吃。这个就是传统的印度冰棍。哇，这个一个下子全是水子。哎呦，这个水果刚才看起来还可以的。哇，这个钱还是放猪啊！哎呦我的妈！你那里就是嘛，那么50块钱。